物业，你没事吧？志勇，这件事为什么事先我们不知道呢？这件事我们已经查了，是国民党的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杜万英为什么会被放出来？居然还莫名其妙的当了华界。 公务局的副局长，吴委员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表面和北洋军阀派系的卢永祥、孙传芳关系密切，但是他真正的靠山是国民党的熊师长。我为什么总是弄不死他？他为什么不去死？ 为什么我总是功亏一篑？为什么？没想到杜万英竟然绝处逢生，还靠着熊师长的关系，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公务局副局长。还好东哥你留了一手，要不然咱们现在就太被动了。蟑螂是没那么容易被踩死的，知道了吗？ 这吴立伟啊，一杯寄封匿名信就能把我扳倒了，想得美！我杜万英是什么人？能随便认人宰割吗？是是是，我也真没想到，杜部长这么快就从牢里出来了，而且还顺利的当上了公务局的副局长，手段了得！哎，别说，这个刚进这公务局，这新的市政府这人员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还得重新打点。 这个资金方面，还得有劳亲家你了。<笑>有数。哎，小小心意啊，我祝杜局长仕途顺利，官运亨通。<笑>哎，既然亲家你这么通情达理啊，那我还真得尽早告诉你好消息。好。 现在啊，市政府准备重新规划一个大上海计划，为此还专门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。据可靠消息呢，很可能江湾地区会建设成新的市中心。江湾？是啊，江湾这片地地势平坦，而且是一片旷野，非常适合平地建筑开发，比起浦西、浦东和浦南都更容易一些，备选中的可能性也最大。 嗯啊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在江湾以北囤了200亩的一林荒地，有眼光。啊，这一旦市政府这个大上海计划实施开来，你就有机会在上海继续一展拳脚了。那块荒地啊，我已经送给沈其南了。 我没听错吧？啊，嗨，你给一个下人请律师也就算了，你这么大一块宝地，你也送给这么一个下人了，谁信呢？我从来就没有把祁南当过下人，我一直待他像亲生儿子。我不管你怎么看待他啊，江湾那块地你必须给我拿回来。抱歉，这块地是我对祁南的承诺。 我既然答应了，也绝不会后悔。亲家，你忘了你对我的承诺了吗？当然没忘了。我知道要给你强大的资金支持，可那块地不一样，那是我们永盛内部的资产管理问题。我想，杜局长就不必再操心了吧。傅先成，对不起。 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傅叔叔，岂有此理！你还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了是吧？爸，你就先别着急了，我去劝劝傅叔叔。
傅叔叔，麻烦您这件事再考虑一下吧。你就别操心了，那块地是我花钱买的，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儿。可傅叔叔，这地是您永盛的名义买的呀。我知道傅叔叔，一直以来，您都希望永盛能够壮大，成为上海银造界的翘楚。 现在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，我们就这么放弃了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刚才你爸爸也说了，市政府要推广大上海计划，这片地乃至周边的地方都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。要想壮大永盛，机会还很多，一块荒地不值一提。哎呀，可傅叔叔，现在有一条这么好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。 我们为什么要走羊城小道呢？如果您是碍于面子，跟沈其南开不了口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找上他。没这个必要。等其南出狱以后，我还是要让他回到永盛。只要他回来了，那块地不也就回来了吗？可傅叔叔，沈其南可是被判了16年刑期啊！他出狱以后，都有40多岁了吧？ 就算他回永盛了，这长期的监狱生活早已经让他和社会脱节了。他回永盛能做什么呢？你现在给他花钱请律师，对他来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您何必还要等着他回永盛呢？别说16年，20年我也会等他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他。他是我心目中 最好的孩子，永远不会变。可傅叔叔，您这么做……好了。傅叔叔，大哥，你有事瞒我？没有啊。过去这么久了，二哥应该早就到香港了。 可他到现在也没有一封信或者电报什么的，这不应该啊！没有，您二哥好着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才刚相认，他到了香港以后肯定会给我们消息的。可他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，他绝对出事了。你去哪儿？我现在就去买船票，我要去香港。 他没在香港，他偷渡的时候被抓回来了，现在关在上海地方监狱。怎么样？里面待的还习惯吗？废话少说，开门见山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现在傅叔叔把叶林那块地给了你。 我要把它买回来，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高于市场价的10倍，买不买？沈其南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怎么，出不起啊？出不起就别那么大口气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块地是我和傅寒君分手作为条件交换的。什么？ 韩俊他那么对你，他甚至为了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杜少爷，你是独生子，你是少爷，感情这样的事是留给你这样的人玩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只是个囚犯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这些儿女情长吗？经过这些日子呢？ 我也了解到，在上海滩这样的名利场，讲感情呢只会伤害自己、拖累自己，唯有钱才是最实际的。好，那价格方面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杜公子，你当我是傻子啊？现在什么世道？鹰洋、龙洋、湛洋、袁大头、孙大头、河南票、汉口票。
这市面上充斥那么多种货币，每天兑换的价格也都不一样。我在这牢房里要待那么久，万一你给我那种钱，它跌价了怎么办？那我不是亏大了吗？可这地皮就不一样了，只涨不跌，就算不涨呢，也是持平。你说对不对？你还真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你算的倒是够精的。像你这么唯利是图的人，我真是搞不懂韩军怎么会鬼迷心窍的看上了你。杜公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猜呢，这新的政府要开发义林那块地，你那新官上任的父亲一听到风声，马上就找傅建成，打算大捞一笔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傅建成把那块地送给了我，作为替他儿子坐牢的补偿。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巴巴的来找我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义林那块地要被开发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爸上任的事？你猜。你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你人现在关在这里，居然对外面的形势这么了如指掌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回去告诉杜万英吧，无论你们出多高的价格，我都不会卖义林这块地的。你以为你不卖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怎么，想来硬的，要抢是吧？来啊，沈其南，你可别后悔。姚继九，时间到了。哦，对了，替我问候一下傅成龙，多亏了他，我才可以在这里体验人生，感悟生活。你告诉他，有朝一日呢，我一定会回报他。这么大的雨，这样吧，你把这个拿去，坐便车应该够付了。这，哎呀，拿去吧，没事的。喂，你该不会是那个小偷的同党吧？什么？你看啊，小偷刚偷完我钱包，你就出现了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我这是，你不会是故意拖延时间，给他打掩护，让他逃跑吧？你把钱还我！切，谁稀罕？哎，先生，你知道郑这枚铜元有多不容易吗？看你穿的倒是很体面，没想到这么不讲道理，还不懂礼貌。我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算我多管闲事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喂，神经病。二哥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去香港了，还整天没心没肺的开心着。谁知道你在这里，一直在这里受着苦。我真是对不起你。熊丫头，你又忘记二哥说过的话了。
二哥最不喜欢看到你哭，不喜欢看到你难过，啊！我们家的西瓜头啊，要笑起来才漂亮，知道吗？嗯。好，我不哭了。那二哥，你在里面一定要好好的。我放心吧，在里面没人敢欺负我的。二哥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。记住啊，不许哭鼻子，啊！你想想，这我们兄妹三人团聚，多么高兴的事儿啊！虽然吧，现在二哥坐牢，但你想看二哥，就来探监就好了。这比起以前我们三个都不知道彼此在哪里，已经好太多了。嗯，二哥你说的对。对了，二哥，我应聘到广告社了。我打算先从模特做起，然后再慢慢的出唱片，当大明星。当大明星啊？嗯。我们家西瓜头太厉害了。那，你之前那个电车售票员的工作怎么办？还没辞工呢，因为他们有几个月的试用期，所以我打算两边都先兼顾着，等试用期过了，再辞工吧。我们家的西瓜头长大了啊。越来越会想了，二哥，你放心，我在外面一定会好好的。好，你看你这样笑起来多好看啊！不许再哭鼻子了啊！好。都这么晚了还在这儿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坐，我跟你说。前两年呢，永盛在市南建的一座小公寓叫做宝家，大概可以容纳七八十个租客，现在已经是尾期了，可以进行招租了。所以呢，我想马上做一些广告，进行公寓的招租。你也知道，这么多房子如果空一天，也是不小的损失了。但是永盛之前没有负责广告这一块的，我就跟爸提了，把这一块给拿过来了。这件事情你一个人揽下来怎么消化呀？我们这个部门是整个永盛平均年龄最低、学历却最高的，真要做的话，也是应该由我这个经理负责才对啊。为什么你说话永远带着官僚气啊？那你这次打算怎么做？正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。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广告呢，就是路牌。但我觉得这种方式涵盖面窄，又不容易被人记住，所以我是想呢，找一些形象健康的模特，拍一些漂亮的宣传照，再把这些宣传照做成霓虹灯试招，把它放在百货公司的顶层。这些模特最好还要会唱歌跳舞，配合这些试招呢，做一些表演。这样新颖的方式一定会得到那些报社的关注的，然后他们纷纷来报道。这么一来呢，不仅公寓不愁租了，永盛的名声还散播出去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一晚上就吃这个？嗯，哦，我不饿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。我都说了我不饿了。哦，既然你现在不想聊工作，那我可以先把方案做好，等明天你来了我再跟你说。好了，走吧。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别傻了，我知道你现在这么努力工作，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好去保护自己所爱的人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那个所爱的人，他已经背叛你了。沈其南已经答应冯叔叔，要永远离开你，交换条件，就是要得到叶林那块地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齐南他这么做，他是为了不连累我。他故意让我恨他，离开他。他其实是为了我好。你怎么那么傻？这些都是你臆想出来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问过沈齐南了，他要那块地，单纯就是为了钱，为了出人头地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你。他跟你说了什么不重要，我了解他，信任他，就够了。
我差点都忘了，你为了他连女人的名节都不在乎了，又怎么会相信我现在说的呢？我还说你傻，其实我比你更傻。杜经理，你的工作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，如果有任何人在我面前批评你的工作能力，我是不会信服的，包括你作为我的上司，就算你常常带有官僚气息，但我仍然是尊敬你信服你的。可我想你应该知道，除了工作关系以外，我们不会再有其他的关系了，所以请你可以收回你多余的关心。哦，还有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，我觉得还是趁早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吧。我知道我今天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，总之我希望你好好想想，如果这件事情被我爸知道了，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傅叔叔想想吧。现在真这么说啊？啊！他要找我报仇啊？可我爸把银林那块地都给他了，他还要干嘛呀？你想，平白无故坐了十几年牢，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？再说了，傅叔叔现在已经明确表态了，等沈清南出狱以后，会让他重回永生。他要真是带着逸林那块地回来，傅叔叔一定会重新重用他。那到时候方安君一定会帮他。他俩要是联合起来的话，那我在永生岂不是更没有地位了？那你想的可是太天真了。以沈清南的个性，他不但会把整个永盛给夺过来，到时候还会让你变得一无所有。兄弟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办法倒是有，就看你敢做不敢做。什么办法呀？你是说？没错。只要让沈清南永远无法走出那个监狱，他自然就无法报复，无法夺走属于你的一切。可我已经答应我爸了呀，我要洗心革面的呀，这以后被他知道的话，他肯定会大义灭亲的呀。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等着被沈清南鸠占鹊巢吧。我不能让他出来，我不能让他出来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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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走走走走走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呀？啊！都说这人只能是同富贵，不能共患难，但是你们两个是真仗义，不愧是我兄弟。大哥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当年我流落街头的时候，要不是你给我口饭吃，我早就饿死了，哪还有今天？是啊，局长，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立冬。您的这份恩情，立冬死生铭记，一直在找机会，想好好报答您的。嗯，你们放心啊，凡是效忠于我的人，我绝不会亏待他的。之前你们因为我的原因被江海关革了职，
现在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，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到公务局去上任。谢谢局长。谢谢大哥。不过咱们之前在江海关还能扣一些走私的物品，赚些外快。现在到了公务局以后，能干些什么呀？一哥，公务局的主要工作是审定有关章程、公共工程的预决算，还有有关公务的实施事项。总而言之呢。 他掌握着华界所有的公共建筑，油水断不会少，好地方啊！是啊，现在我是重登高位啊，又有你们这么好的左膀右臂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干倒那个吴立伟，我看他这个秋后的蚂蚱能蹦跶几天。对，来，大哥，干杯！干杯。 干什么？再给我点钱，又要钱？小次郎，你当我上次跟你说的话是在放屁吗？不是的，龙少，我一开始蛮顺利的，后来突然有一天手气就不好，就输光了呀。而且我现在还欠他们2000多呢，赌场都放话了，如果不把钱还上，不是剁手就是要剁脚啊。哼哼，看来是你的手，你的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话不是这么讲的，现在沈西南已经被关进去了。 你现在想要再反悔的话，就等于你承认之前作弊，知道吗？你也得进去坐牢。走走走走走走。龙少，我好歹也是帮你做过事情的嘛，你就是。哎，你现在已经威胁不到我了。哎，龙少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威胁你，真的。那如果你能帮兄弟渡过这个难关。 我命都是你的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行。沈西南已经替你顶罪坐牢了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你哪那么多话呀？做不做呀？不做滚蛋！这到时候让赌场的人砍手砍脚，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啊！我没说我不做呀，但是沈西南这个人他身手还是很不错，我怕我一个人搞不定他。哎呀，这你就别担心了，我会在监狱里给你找好帮手的。龙少，这不是一件小事吗？ 那有些细节我得问清楚了。那一开始你打算把我怎么弄进去呢？我会给你安排个偷盗小额财产的罪名，等这事儿办成了，我再把你捞出来。那要是我万一啊，万一我要实施手了怎么办呢？那后面的钱你就别指望了。哎呦，那我人呢？不是你哪那么多问题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会把你捞出来的。
再说了，我留你有什么用啊？就你这点小罪，关个十天半个月的就放出来了，你这点社会经验都没有吗？你不是经常进去吗？切，那我还是这个，我心里头还是不踏实。那，你讲的好像监狱是你们家开的似的，把人送进去捞出来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兄弟。虽然我们家是做生意的，那我背后不还有多少钱呢吗？他们家有当官的呀，跟监狱关系铁着呢。放心吧。这就对了嘛。那我等你消息啊。嗯，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他答应了？那谁跟钱过不去呀？西南，我的，真的是西南。哟，又借一西来的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进来的。看这贼眉鼠眼的样子，该不会是个强奸犯吧？关督察，我没办法，我今天刚进来，谁都不认识。你在这里混就说，介绍点关系。来，还不过去跟我大哥问个安？看一下。大哥你好，小的曹俊，初来乍到，大家关照一下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各位老大啊。你跟他很熟吗？熟啊，我们从小一起在码头上擦鞋长大的，好兄弟，是吧，齐南？好兄弟。打，打谁？为什么呀，大哥？大哥，沈其南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，给我打！沈其南，你救我呀！沈其南，快救我呀！沈其南，长官，干嘛呢？去监狱找一个叫风格的人，他会帮你。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大哥，过来，大哥。原来你就是外头派来的人。早说呀，白挨了一顿打。您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大哥啊。
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的，大哥，我刚刚进来，不懂规矩，大哥，教育一下，应该的。大哥，外面兄弟让我跟你讲，钞票已经到账了。哎，话先说到前面，监狱有监狱的规矩，见血要命的事，我的人是绝对不会沾的。那肯定是要按照规矩来的，到时候就让兄弟们按住他，剩下的我来做，好吧？说吧，谁？就是那个最讨厌的神奇男。你们俩不是兄弟吗？你他娘的连兄弟都杀！什么时候动手？越快越好。彩萍，哥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娘的身体好不好？弟弟乖不乖啊？好，我们大家都挺好的，有我照顾他们，你还能不放心吗？都怪我，抢了钱还误伤了人，进到这种地方来，害你小小年纪就得照顾家里家外的。哥，你也别再自责了，你这不也是为了娘的医药费，一片孝心吗？哎，哥，咱们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做了。嗯，哥答应你。对了，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跟你说咱们家那个大恩人的事情啊？当然记得，你跟我说那个恩人不但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，还帮咱们窝棚区打抱不平。嗯，好小子，有勇有谋的，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等我从这出去，一定找个机会会会他。估计你们在这里头已经见过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，说是大恩人杀了人，也被关进了监狱里。但是我相信他，他心地善良，对人热情又仗义，肯定不会杀人的。哥，你要是在里头见着他，一定要多照顾照顾他啊！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去里头打听打听。好，他的名字叫沈七南。上这里，那小子现在睡着了，正是动手的时候。慌什么慌啊？啊！我们这么多人呢，你还怕弄不过他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走。不是我们要找你麻烦，是你的好兄弟。动手！连刀都带进监狱了，看来你早有准备啊，曹军。亏我还把你当好兄弟。竟然出卖我，还想杀我！人多得为自己，对吧？我也是受人之托。现在我痛快的给你一下，你下去不要怪我。赶紧的，速战速决！抓住！这是头一次见你这样的人。我叫陶俊，你叫什么？沈金南。算你狠！你干嘛打我啊？我他娘打的就是你！